回老家，还是说西装革履回老家？穿了一身军大衣来了。在这样的一个飞机的圈层里面，对于我们来说还是飞机的节奏，快点拿到圈里的点位才是最重要的。探了已经三圈了，山头还没有人开枪。哎，这边居民是一个侧身位，这个人一旦停车的话，森林哥你敢停？他留在这里，摸到了非常关键的位置，差一点血量变残了，摸了一枪头。森林哥这个位置想走的话必须封烟，走不了了，这边要直接协同上去了。好，这边顶到近点，再看一下这标给的是一个方向，但是 King 这里没有抓到位置，因为刚刚标的是车旁边。是，但森林哥换了位置，在右边，在侧面。这个时候让我们来听一下选手语音。一共五下，我操，闭上来，来过吗？你先把毒都拿了，我给毒都哦。你过来，又在撞，你刚点了一个，放心照，咱们先抬上去。OK， 你右边就有一个人。我告诉他，你拿着一把火。有弹吗？右边掉，右边掉。来了。他兄弟要走，他兄弟。又掉一个。有位。再一个。这个人是经典的。经典，经典，经典。你走得动我吗？哦，没了，没了，那没了。我把这个人补了。看他是在经典，说他在经典，我们接着把他杀了。我觉得你们，我们主动先踩的啊，主动先踩，别让你。我踩，我在主动。那个跑了，跑了，我看有原因真的我跑了要。准备点炮，你们先过来。我们先把经典踩了。我先警戒吧，你先点。还有个方向杆子。走走走走。我是狗，是狗。我先把毒弄踩了，你踩了，不用找我，今天踩错了。我给你个三倍，要吗？哦，我看错了，我是一个大波。一个大波吗？我错了，我看错了。什么高分啊？这里啊。有车在摇身上开了很多。是不是停了这里？这停了。我要呗。你们今天要吗？不要了，不要了，扛不住。能跳多少？啊！这边是两个队队的。许月亮，这里缺人了。OK。我们山这边应该是走的，大概很好打的。三人走了是吧？你们这儿可以跟我来我这吗？嗯，从居民表演的地方。哎，我们这个居民点跟那个孤点好像打起来了。又不会了。六个大包，你给六个大包。看你们从左侧接近呗。OK。小心点，别动车，别动车。小心点，别被我跟你人打啊！小心点，小心点，别被红军打。我在你们左边。往下贴一层走。红军别贴，别贴吗？贴过去他妈，等会儿我躲你们。这边找一个四号队的，记着记着。啊，我们可以往右边接掉，要不放两个人。中间放右边。
用不了了。八将，八将。只能打平台了。先搞完，搞完那什么黄标。我去跟定啊。我也去跟定了，这边留一个，居民把这边人都收一下。附近有一个 OK 烟那个是吧，你小心慢一点啊，慢一点走的。哎，他就走了，这个情况不对劲，队友刚开进，我很难受那个，我走边近一点走了，他们打掉了，这个烟谁崩的？我崩的，我崩的。等下我看到居民点那边，我能不能查到右边左边前面去？我们得到这个平台。这边有个人啊。我这有人。只能直线打吧。只能直线打。那左边有一个。他放了一个平台。那左边有一个。我看这个兄弟。这边平台没有了。我看。把平台放了。有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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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打下去，打到厕所那里去。别急，先稳一下。我们左边打不了的。
没有大包啊？没大包，没大包，没有大包。你好，三。那边。前面啊，一有五分了。人不多了。你说哪一个？小心喧宾。那个是我拿的。我在后面。补掉。想到你打赢了的，这好可惜啊！这个人，我想了，他走这边出来，他就得死。我也想着他走这边出来得死，但是他。